孩子不懂得相处，女孩子需要安抚，良心无止境循环，不停地催促。如果你爱得太在乎，结果会不堪目睹。其实爱的要求是可有可无，两个人一起总会有冲突，谁对谁错学会认输，哦，这样就会去减少彼此的痛楚。执着只让人走上不归路，女孩的心要好好保护，男孩也需要别人倾诉。把爱情一一看清楚，顺定那不再迷糊，太多要求得到不一定幸福。太多要求得到不一定幸福。